Round one。既然大家都这么热情，我们先请三位队长来跟我们现场的朋友来打个招呼，好不好？来，肖队。大家好，大家晚安。陈丽。大家好，晚上好。嘉尔。大家晚上好。谢谢。要答案。Round two。来问一下，萧敬腾导师，听懂了吗？我刚才听你的声音还蛮好睡的，其实。嘉尔，我觉得听你的声音蛮好睡的。嗯，超答案，还可以，超答案。Round three， 听到这个歌之后，我觉得我现在说的话会给这首歌太多了，因为相对已经分享了很多了。好，那我们让嘉尔队长来说一下你的感受吧。其实我的感受老萧哥都说了，今天就是来抄答案的，是不是？